个心情好一点的妆。我年纪不小了，我都会往所有的笔，我都会往上走。通常这边会往上画一点，深咖啡色，来先虚虚的给自己走一条假假的眼线，会贴着自己的眼袋往上画，一石二鸟，把眼袋也可以挡一挡。下颚的地方往上走，开成功。美丽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啦。妈妈，琪琪又来快递了吗？咦，来了，亲爱的超人妈妈，我要来打了。好呀，我们去沙发那边。他这快点。嗯，原来是这个呀。他说的什么呀？亲爱的超人妈妈，超人妈妈联盟现在发来第一项任务，大家不发任务，限制在一小时内从家中撤离。超人妈妈与宝贝将共同度过接下来的48小时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吗？我听懂了。嗨，机器人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没有人要撤离。嗯哼，那爸爸去红海行动的路演活动了，已经都走了半个月，还要过好多天才回来。小机器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昂恒，昂恒，这是什么？他跟你叫一个名字啊？我叫昂恒，他叫昂昂。我们可以给你换一个名字吗，小机器人？可以。他说可以。还想叫什么？哦，你在说什么？燃烧滚轮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一个超级大的火轮，叫火轮好了。喜欢这个名字，真好听。燃烧火轮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怎么他不说话呀？妈妈，我觉得你给唱个歌，他就会说话。那我们一起吧。好的。一二三。青城山下阿白素贞，我们聊点别的吧。他不爱听我们唱歌呀。这是个那个调皮的小玩意儿，唱的不好听，把它放在这里吧。好的，你这个小可爱，你总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因为我喜欢恩恒。你不喜欢恩恒的妈咪吗？不重要，没关系，不用回答了，我不想知道答案了。恩恒喜欢我就够了。青春三十，我喜欢你们俩。谢谢。我也喜欢爸爸。嗯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我不喜欢呀。这个问题好无聊啊，我们说点别的吧。因为他要休息了。妈妈，我觉得他要盖被子。放那边吧。对。给你的被子，你来弄。今天接到48个小时带娃的这个任务，并不会觉得特别大的压力，因为这个孩子自己带的时候也比较多，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是很有自信的。
妈妈有一个东西需要你帮我签个名，你愿意吗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妈妈的那天，超人妈妈联盟入学考试，就是在恩恒眼中，妈妈会因为她做错了什么事情而不开心。你说我做什么，你做错什么，我都不会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妈妈是开心果。真的啊，其实你才是我的开心果啊。那你给我签一个吧，画一个你自己，啊，像一点哦。也可以画一个大怪兽。都可以呀，看你喜欢。它这是什么动物？这是一个恐龙，但怎么没有尾巴？这个就是尾巴呀。哦，尾巴，那下边是什么呀？下面是小企鹅。你一笔画出了恐龙和企鹅。好吧，谢谢你哦，帮我签了名。咦，签名成功。口风琴，我教你吹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还会吹金蛇狂舞呢，你信吗？我待会儿上网搜搜看能不能搜到这个金蛇狂舞的那个菜谱。不是歌谱。金蛇狂舞的菜谱。抖是吹 ，re 是吸，吸就不是那个声。我先演奏一个歌，你再演奏一个歌。你演奏吧。拿反了，大哥。不好了，我吹都吹不响。你来，你仔细听啊，要说出你的感受啊。复杂，我吹的是思念。那你知道我思念谁了吗？我。还有谁呀？爸爸。睡觉完。我特别佩服你，特别好听。哼。没你吹的好听呢，妈妈吹的更好听。那是因为你爱妈妈，所以妈妈吹什么都觉得好听。妈妈吹的是小公主的歌，我吹的是小王子的歌。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？妈妈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玻璃心小公主，就是你到来了。唱我发现哦，原来小公主，爸爸是王子，我是小王子，妈妈也是小公主。哇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王国里是吗？这个就是王国呀。麻辣豆芽出锅，好吃。
零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拿拿的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的恩恒啊！见着你我就想到恩恒小时候。什么巨像？巨像，我给绝了，而且颜色都一模一样。我给你拿他小时候那个相册给你看看，你就不知道。我们看看哥哥有多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哥哥小时候。这是谁啊？有啊，没叫错。来，你看看，看看我们像不像？有没有一模一样？这是谁呀？这里，这是他吗？看这张，哇，这个好像啊！我的天哪，六谁？这是谁？你呀、啊，啊，你看这是弟弟吗？是他吗？嗯，那。真的，我生下来只有你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，我觉得他简直是丑爆了。我老公说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我怕你伤心，觉得他特别丑。他们俩怎么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呀？杜江说差强人意，我说哪有自己说自己亲儿子差强人意啊？但你看他们现在长多好看呀！就这样子的角度好像真的。亲爱的，咱俩是什么缘分啊？就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弟弟，异父异母的亲弟弟啊！我去把那个肉炖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好啊！我觉得应该要给他送这个小玩具。你们都看这儿。怎么了？他被机器人吓哭了。不哭，宝宝，不哭，不哭了。你看哥哥跟你玩呢。你摸一下，宝宝，你摸一下。啊，你怎么会有人？是假，是假。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吃吗？我给他也吃，喂人一个。来，你喂喂弟弟一个。啊，好，你自己去坐对面吃吧。我也喜欢吃这个。你再来给弟弟喂一颗。来，六，哎呦，饿了，来，饿了，咱们吃饭吧。放心吃。闻闻香香，闻闻香香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小宝贝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他太逗了！好吃的，我拿我的光棍了。是一个妈妈喂的。嗯，不烫。没有。哎呦天哪！我吃，嗯哼，没有，好好吃。我吃当饭，我吃当稍等，我吃当饭，好好吃。我现在吃就弄点玩具过来。嗯哼，你已经在这儿了，我喜欢这种乖。妈妈，我帮你们，我帮孩子弄点玩具。
你看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擀面棍儿，你看，滚啊滚啊滚，好不好玩？你把饭吃了，太可怕了，喝点汤，排骨汤。我跟你说，他吃饭真的是要命。妈妈，不吃、这个、妈妈，你忘了？我们吃这个，哎，啊、uh-huh, ，吃饭啊！哎，他真的爱吃，因为他不会张嘴的。对呀、啊，妈妈，哥弟，妈妈，妈妈，哥弟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嗯、这个，妈妈。小飞机要飞进大山洞，张嘴大山洞，哦，大山洞飞机飞哦。你看妈妈怎么喂你弟弟的？哇！哦，大飞机又来了，又进山洞了。哎呦，快把它吃掉。嗯嗯嗯。好饿了。我现在出门呢，他说妈妈你别去，让爸爸去。而且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就会自己的领地，包括妈妈是我的，不是爸爸的，都分得好清楚。有一次杜江工作特别晚回来，蹑手蹑脚的爬上了床，欧恒就直接说你出去，你到客厅去睡，因为第二天杜江又特别早的起来。杜江真的气的就不废话，抱着枕头就出去了，就在客厅里。然后我当时还挺心疼他，心疼心疼我就睡着了。还真的是儿子第一。就是他也这样子，所以我有时候也得时刻提醒自己，对自己的老公还是，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，是不能让他觉得有失宠的感觉。啊哈。他自己坐在地上，不用坐地，我抱他，但是来我哄他，来，他就自己能玩一阵。嗯哼，你再吃两口，也不是，哎呀，匆匆忙忙弄的，你也不去，你看，跟妈妈好，都是自己做，都是他给你做的，对啊，而且他在外边什么捡到一个什么小玻璃珠子，就塑料的那种，他就说妈妈，我给你买的黄宝石，多贴心啊。脖子也有，这个看，六，真贴心。嗯，儿子疼妈妈的，真的是。你这么付出这么多，还是会有回报的。但是对老公就不太公平，老公买真的呀。狗狗，六看狗狗。这个孩子啊，每个年龄段啊，有每个年龄段需要挑战的课题。现在就是跟他斗智斗勇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告诉你说，有时候就还是要撒撒娇，服服软，就我们都太强了。我常常说，哎呀，这个我不行，哎，这个拿不动，他就会帮你干了。来，给后妈妈恭喜一个，你今天都没有做这个动作，恭喜一个。你看。嗯哼，嗯哼，你觉得你们俩长得像吗？不像，一模一样，真的不像。你这么大的时候，真的就长这样啊？我说不是，你说不是啊？我说不是，你是吃醋了吗？看你的脸上跟小花猫似的。嗯哼啊，吃醋呢？你看吧，100%。你不吃醋，吃醋，吃醋啊，吃醋，你为什么呀，妈妈？吃醋，吃醋啊，吃醋了，你看就是吃醋了。我们走吧。哦，举个高高啊，飞飞飞飞飞机，飞飞机飞，飞高高滴滴，飞高高滴滴，飞飞高高滴滴。坐飞机高高滴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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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高滴滴。嗯，怎么了？高高滴滴，高高。
要抱你是吗？争宠啊，高高低低。嗯，杜雨琪小朋友，拜拜。雨琪，杜雨琪，跟弟弟说再见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你是不是因为妈妈老跟他玩，忽略了你，你有点不开心呀？对，真的。嗯。为什么？是觉得妈妈爱别人不爱你了吗？嗯。我抱着这个小六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恩恒八个月大的时候，然后对他非常的热情，然后沉浸在这种快乐和回忆美好之中。但我不对的地方就是忽略了恩恒的心情。他长得像你，妈妈喜欢他，都是因为特别爱你。他是咱们家来的客人，客人要放在第一位的，要热情的招待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礼貌。你听到妈妈说了吗？听到了。好了，妈妈，我懂了，我爱你。恩恒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，有的时候你没意识到。其实他的内心已经成长到你，哦，你还没有察觉他已经成长到一定的位置。我也提醒了我自己，那么作为他的妈妈，我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学习？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谁也不可能替代得了你，替代不了你在妈妈心里的位置，明白吗？